大家好，我是金美，目前任职南富某医学中心，因个人职涯发展需要，今年三月起启动考取国际专案管理学会证照之路， PBA 是我第二张证照。商业分析师就是帮助企业组织选择对的专案来做，协助企业组织与专案经理于专案运作的前置作业与整个专案生命周期皆能事半功倍，获取企业组织的最大商业效益。为了减少舟车劳顿之苦，我选择了长虹数位班，多了个人时间弹性运用的优势。透过长虹严谨的教学系统，提供优良的学习教材，能让我在短短不到30天有效地利用长虹心法，顺利完成摘星的目标。真心向您推荐长虹数位学习课程，是您在工作忙碌之余又想要增进实力提升个人职场含金量的最佳良伴。